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，宜兰县大同乡情人节活动在全长324公尺的韩溪吊桥装上灯饰，设计成鹊桥，成为巨无霸鹊桥。今晚开始试灯，开放到本月底。大同乡情人节定于17日晚间6点在韩溪吊桥广场开幕，邀请歌手罗美玲、辽乐团、乐巴彦文化艺术团等团体及艺人表演。主场地韩溪吊桥是宜兰县最长的钢索吊桥，配合七夕情人节化身为鹊桥，共有金色步道、星之桥、星斑蝶影三大主题区。大同乡韩溪村属于泰雅族部落，横跨罗东西的韩溪吊桥是韩溪通往对岸华星巷的捷径，乡公所委托厂商规划成鹊桥，今晚起每晚7点到10点试灯，七夕情人节活动过后照常点灯，持续到31日。入夜之后，韩溪吊桥闪闪发亮，宛如天上银河。许多村民见度未快，携老扶幼上鹊桥打卡拍照，欢度浪漫夜晚。众人笑称提前欢度七夕情人节。